惠春林场是属于国立中兴大学的实验林场之一，那它的位置是坐落在我们台湾的中心点南投县。那从台中市到我们惠春林场只有60几公里，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，交通上 算相当的方便。那我们惠春林场主要的诉求就是一个原始，我们这边有原始的森林，接近自然的步道，那还有最自然最自然的环境，那欢迎大家来惠春林场。那惠春林场主要是以林木为主，那我们结合林业主题的话，我们在每一年的10月、11月会办一个固定的木文化活动。那这个活动也承蒙林务局的资源，所以我们在6年前开始了第一届，那今年是第6届。那每一年每一年的木文化我们都有一个主题，今年的主题就是以木制的铜腕为基础，那让大家回味。其实在20、30年前的铜腕大部分都是木材制造的，那不像现在是钢铁塑胶的，那也让老一辈的游客来这边能够回味以前玩过的东西，那看到以前玩过的。那这里面也蛮多的积木是结合了我们的前人的智慧、先人的智慧，那利用一些堆积巧接，那让小小的木材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、最大的功效。现在呢，跟各位介绍的这个陀螺呢，可能跟一般的传统的陀螺不太一样，但是呢，它在台湾呢确实已经待了很久了。据说呢，在迪化街呢80年前就有人在玩过这个。据说呢，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的压箱宝。那它等于现在版的战斗陀螺的爷爷，就是阿公。那它的特质呢，就跟现在版的那个战斗陀螺特质一样，它呢有一条线可以拉。然后拉了之后呢，它会产生动作，那这个威力比现在版的陀螺强多了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特别介绍推荐这一个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玩看看哈。那这个陀螺呢，我们把它定位叫特技陀螺。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？因为开始玩的时候，跟刚才那个战斗一样的方式，可以拉绳子。拉了之后动作的时候呢，它会翻转过来。为什么会翻转过来呢？因为呢，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，战斗陀螺它有个头，这个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它没有一个中心点，所以当它的离心力过大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翻过来了。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运转的方式。接下来呢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个在台湾不晓得是10年前做的一个作品哈。那听说在以前呢，在外销国外是非常多的量。这是我收集很棒的一个玩具，我时常拿出来给朋友分享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它非常简单哦，这里面就像一个滑马一样哦，这是一个尖尖的，放到里面去。然后呢，这有我总共有5个大小不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就是我示范一次。把这个拿出来，把这个拿出来，把这个拿出来，到后面呢，这个也可以拿出来，但是这个呢，很抱歉哈，我可能就没办法的，那这边呢，我们花姐那个小朋友的手环呢有办法，可是有些妈妈的手就没办法，那一路这样整个把它拿出来，当然你手没办法，你们什么方式可以再拿出来，当然用手也可以啦，那欢迎大家来挑战。
接下来之后呢，这是我们这边非常多游客喜欢玩的一个玩具哈。那它的名字呢叫做智慧平衡台，智慧呢当然就跟脑袋有关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可以看到它里面提的几个静定安立德，好，各位可能会觉得它是错的哈，应该正确的是定静安立德，但是我们做了一个调整，好，其实这是从那个《如意孟子中庸四书》里面的《大学》提到定而后能静嘛哈，定静安立德，那其实它在告诉我们解决问题那个程序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孩子有个状况就是比较静不下来，所以我们就把静放在前面，所以当孩子安静的时候500分，专注1000分，安稳各面就绪2000分。到5000分要想方法，到10000分表示你已经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那个程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把它变成玩具的形态来处理。好，这边有个球在这里，啊，平平的球。然后呢，打开这个棍子，打开之后球会往前跑，好，然后看你可以得几分。哦，那这个东西呢，有些原理在哈，因为正常晃的时候呢，这个球会比较低，这个会比较高，怎样低可以跑到高的地方，就有些方法。这个就是木碗文化里面的非常特殊的，的一个玩具跟设计哈。